把你发簪的时候，顺手取了你根头发，打了个结儿放在肩膀上。你姿势没变，那根头发却不见了。你醒过，你能控制得了呼吸，但是控制不了心跳。脉搏快了，你紧张了。 公子还会搭脉呢。搭脉是小事儿，毕竟也算半个医生。不过头发的事儿是假的，这么容易被骗，你还是大意。真是多才多艺呀！中了我的迷药，一般人一时半会儿醒不来，除非是长期服用迷药，身体产生的抗药性。抗药性。 这个词之前从未听过。你究竟是谁？公子深夜去了哪里？不如这样，我不问你的来历。那我也不知公子曾经离开，只记得和你一夜的春情。